万万没想到，昨天 3.5 下半塔是东部，森林花携手绝版了一年的三河堆来，史无前例的士兵同池，一次塔池直接毕业兵队。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极冻术还有无相兵的哀鸣了。再加上超模当剑雾切和西风祭礼一代神器，而且马上又是水夺，作为对水特动的永动队核心，策发在此时附特灵华深刻，多半另有深意。所以大家会抽下半池子吗？没原色小伙伴也别怕，我有帮助大家登好的堆化原石，把想要角色武器通通抱回家。我收集整理了 3.5 下半头的原石的总数以及会途径：一、镀锭原石3.6版本的前瞻直播，大概在3月31号曾获得300原石。二、每日任务还有25天，移动1500原石。三、神女螺旋，从现在到塔结束动两期深渊1200原石。四、角色试玩下半塔池深鹤灵华两位五星角色，移动40原石。五、某色签到活动，3月到4月还可以领60原石。六、每期塔池探望时在某波超话连续签3天曾获得80原石。七、某色主题小活动曾获得120原石，合计3300原石。二、活动原石，每个版本小活动曾获得420原石。现在还有两道小活动，再加上当前正经活动，还有两个端塔未开放，总计980原石。三、其他奖励：商城四月星辉兑换，投的5纠缠资源、5相遇资源，进行奖励2相遇资源，动机7相遇资源和800原石。四、大月塔90×25等于2250原石。二、大月塔680原石加1纠缠资源，动机3090原石。五、合计 A 票玩家曾免费获得的原石为5080原石，差不多31抽。月塔档7330原石，差不多45抽。大小月塔档8170原石，差不多51抽。那在这里先预祝点赞、三连、端住的小伙伴，想要角色全都不歪。